今年, 去年, 明年, 这个月, 上个月, 下个月, 今天, 明天, 昨天, 以前, 以后, 后, 农历, 新历, 周, 星期, 礼拜, 这周一, 这个星期一, 这个礼拜一, 周一, 周二, 周三, 周四, 周五, 周六, 周日, 星期天, 星期日, 礼拜天, 早上, 上午, 中午, 下午, 晚上, 夜里, 凌晨, 点, 分, 1.5分, 一刻, 2点一刻, 半, 半年, 半个月, 3点半, 三刻, 差, 差5分1点, 今晚, 明晚, 昨晚, 周末, 这个周末, 哄, 你有没有哄? 里面是空的, 切, 我去接你, 见面, 我们在大门口见面, 楼, 我在2楼等你, 层, 我住在8层102, 坐电梯, 爬楼梯, 存车, 放车, 小时, 分钟, 电影1个小时40分钟, 明年, 还有3个月, 你们什么时候认识的? 2012年, 你学汉语多长时间了? 1个多月了, 2个星期了, 1年了, 1天了, 一周了, 一点, 一杯, 刚开始, 结束了, 这周一我去中国, 这周六有空吗? 跟我去看新电影, 下周末忙吗? 来我家吃饭, 昨晚去哪里玩呢? 我打你电话打不通, 我给你发短信收到了吗? 你们在哪里给我发个地址? 我到了就给你打电话。 你老是熬夜, 对身体不好, 从今天开始, 早点睡觉了。 晚安, 做个好梦。